妈妈的妈妈，我会为你做任何事。这个东西我拿走了。等等，你要对妈妈的重要孩子干什么？孩子不是他的。你想问什么吗？ 妈妈的重要孩子是什么意思？妈妈想要他的孩子回来。少来这套！等等等等，求你，你拿走的话，他们会笑话我的。可要是我做的比他……关我什么事？等，再等一下，求你。你<笑>有什么好笑的？<笑>你个傻瓜，话太多了。 结束了，我把入口堵住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我的地盘，我不会让你离开的。嘿嘿嘿。混账！等等。 那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研究站之类的，他们在这里搞什么鬼？ 放开我！给我老实一点，伊森。说实话，我没想到你能到这里来。要是你有个万一，就不好了。万什么一啊 ，Chris！ 你杀了米娅，现在轮到我了，你杀光啊！报告队长，外面侦测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摇晃，我们必须走了。
怎样的摇晃？什么引起的？不明，不过估计，因为我们在这里太久了，被米兰达察觉了。喂喂，你刚才说 Miranda， 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别管伊登，这不是你能应付的。样品分析的结果怎么样？肯定与霉菌有一定的关系。你别搅和进来，伊登！搅和什么？小心！在水下，你完了，没时间陪你玩。太迟了，Miranda已经在准备仪式了。Miranda派你来拖住我的，你真可悲。别这么说我，这不公平。 我才敢和他在一起，不是你！你在说什么呢？你这是有毛病吧？我再也忍不住了。妈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成鱼饵。
钓到条大鱼了，快点离开这里！
生前死后都一样，真恶心。前面是出口。你做的比我想的好啊。你是谁？喂喂，我们才见过的呀，不过无所谓。你就是最后一个拦路的混蛋，对吧？有斗志吗？好呀，德伊森。等你找齐了四个瓶子后，打算怎么做？你想玩什么花招？我可以帮你。现在想装好人了？你算老几？你没用的话，老子照样会杀你。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据点，去那里给我找到瓶子，做得到就合格。首先给我回到墓地去。自大狂。
了。